全母这个是化缘，这个缘，单手是太祖拳，这个力量在这边，如果在这边遇到是这边往下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没有遇到力量是整个走圆的，所以练是走的，这个平行的圆，所以这是 hand， 这是卡，精是这个，哦，单手是太祖，这往外叫做外沙，这内沙。双手就是鹤拳，瓦沙、奶沙，都是圆，这个是水平的圆，这个是上下的圆。圆，这是横，这是坎。好，所以单手是太祖拳，硬遇到要用这个力量要用下去，这是发力的东西。慢练与慢练双手的是鹤拳的东西，一样都是一个拳母而已。所以这个叫做牵圆手，牵这个圆而已，内方外圆，这都是圆啊。遇到那个才打，如果这个圆画到这边，这边遇到东西的，遇到东西，这个圆从这边上来，这个挡开，这个就出去了。所以力量是瞬间，这个圆在这边没有遇到东西，没有遇到敌人的时候是走圆的，遇到了他手进来遇到了，力量就下去。切落，这切落，这发达。这个下来也有东西，这个东西来的是这边下来，放松它，瞬间寸劲才下去，遇到刹那间才力量，这个都是松柔的，松的，遇到东西力量才下去。然后发力的时候出声吐气，练习惯你那个气自然就来。嘿，这都是拳母里面，这个是滚落，这是斗打三角，斗打这边，所以鹤拳都在这边那里啊。有劲。